巴啦。喇叭的高音是高音，你顾中音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有 vocal 在里面。我真的很帅耶！我崇拜崇拜，好帅到不行！崇拜啊崇拜！没有你，我们做不下去。堂弟姐姐，堂弟 Lily， 哇，破音呢！真的是女神，破了！拥有百万人气的音乐圣妹啊！他从4岁就开始学习钢琴，一样的是师范大学音乐系毕业的，是我的女神，没错，拥有甜美的笑容，不少网友封她为音乐系女神黄尚燕，欢迎尚燕。PTT 的表特版啊，从8岁呢就开始学习小提琴、钢琴，他擅长流行的这个古典的他都会。欢迎小提琴的甜心黄品舒，阿令，他是歌后的地位，也是这位老师一手奠定的。好，我们欢迎大师金曲造诣尤正好 Roger 老师。洛奇是得到硕士哎，主修钢琴，对，钢琴还硕士，那不容易。但是因为我现在离硕士有点久，就10几年前，所以我现在没有什么。刚刚说内外兼具，我现在主要是在外的部分。哦，有点生疏了，洛奇派是是。你老爸在访问女明星，你在看哪里？你写的口头语。看他眼睛了，哦，看他眼，看他眼睛，然后有没有在看？有在看。对，我他刚刚说他内外没有兼具，只剩外，我检查一下。像那个露西派会什么？这个我唢呐吗？唢呐吗？当时是因为选唢呐，其实是有一个故事，就是因为二胡选不到，所以只好选唢呐这样。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个音乐班的教育啊，都会硬要让大家也学一下国乐器。我们家是住在那个象山的乡山山上山头，对啊，听说人家上山嘛，刷桃送到你那里去打工啊，对啊，去伯克利念了几年，念了3年多，3年就对提早毕业，是是。我都跟他讲，哎，再读2年就赶快回来了。他说，哦爸，你错了，哎呦，我1年后我就回来，这么快？对，这样等于帮你省很多钱，提早回来，对，最后那个钱都赔回去了，刚好打平了，打平。哎，我该该出去还是要出去了。我刚刚我家公位没拍起，而且你撸来撸多久呢？都要在自己家人的身上撒盐嘛，长笛姐姐。哎，你是北艺大音乐演奏硕士哎，然后我大学是台艺，所以两个都念。而且我考上北艺的时候，我爸还恭喜我说：“恭喜你考上台艺硕士班。”啊，就是大家都分不清楚哦，但两个都很北艺在关渡，台艺在板桥。国宴长笛手吹给谁听？总统。国宴长笛手，哇，会不会很紧张？很紧张哦。他们那个吹笛子可以画舌，你知道吗？对。舌头，对，他一边吹，那那对不对？你们试试空吹，我们听阳明春晓。是真的有，这边做这个也是会偏可爱哦。哎，厉害，黄尚燕，哎呦，女神啊，大音乐器，长那么漂亮，身材那么好，还出写真集。对，4岁谁会想说你还是大音乐系？4岁就学音乐，对啊，学钢琴。毕业后才出的啦，厉害了哦。BPM 就节奏 beat 的转速开始。BPM 其实就是 beat per minute， 每分钟有几个 beat 啊？对，所以如果是60 BPM， 那就是每秒一拍。那其实像是比如说我写90，德军写180嘛，其实我们是相同拍，我们是一模一样。刚刚就是这个意思，一模一样。你们父子连心啊？不是父子连心，对对。我怀疑阿咪儿子也是我侄子，所以你跟德军是父子啊？对啊。But 现在他这一边显示出来的 BPM 是138。
他反而用了一首《望春风》慢的哈，《望春风》《望春风》对 ，OK， 就是要在故意在这种时候简单，他们就会很乱。哦哟，心机那么重，对，你这个心机好强啊！玩这种，对呀、啊，自己出事还不自己扛？现在真的有了，画面真是太好看了，黄尚彦带来的演奏。只弹错了一个音啊？这有吗？有吗？我没听的，我没听出来。有，我刚好都弹错一个音。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好准哦！哪里？就最后那个音啊，大多人。没关系啦，不要给他讲出来啦。他已经很紧张了，还有带谱来哎。OK， 没有，只想得到你的崇拜。好。巴拉。最接近人生的乐器，人生，因为它中音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看做喇叭的高音是高音，有你顾中音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有 vocal 在里面哦，真的很帅耶，我崇拜崇拜，这一集真的帅到不行，崇拜啊崇拜，这一集没有你我们做不下去耶，好险，果然是 local king， 你就是 king 哦，小心小心，而且拿过金曲奖啊，小心小心，厉害了，国家品牌爱上你了，国家品牌玉山奖2023，最近又刚得奖。今天让阿咪老师露脸了，真的，这个恐怖，对不对？严重性哎，正确答案133。哇，哎呦，好。土耳其进行曲，利用弦匣能不能吹一段魔笛？这一趴，我认为里面的最强者应该是露西派。对，我觉得可以直接拿我当答案看。